家好，我是石不君。相信大家一定看过《火影忍者》这部高人气热血动漫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《火影》里面的登场角色这么多，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忍术跟能力，如果把他们合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齐木阿斯玛，阿斯玛和齐木卡卡西的合体版，外貌上以阿斯玛为主，头发变成了卡卡西的银白色，左眼变成了卡卡西带伤疤的写轮眼。阿斯玛本身拥有罕见的风属性查克拉合体后，加上了卡卡西优秀的分析能力和复制能力，附带血迹线界神威，卡卡西一直被网友调侃，无论遇到什么对手都可以强行五开。现在齐木阿斯玛石不均认为已经可以和别人六四开或者七三开。赤沙之铠，赤沙之铠保留了铠皇的大叔脸，接的红发，服装以小组织元素为主，外马甲变成了黑色，里面内衣是祥云服，合体后些彻底变成了攻守兼备的全能型忍者，原可操控傀儡术攻击对手，就算被近身也能用高超体术肉搏， CMM 可能近身被秒杀的几率比远程要高不少，宇智波自来也整体而言还是宇智波般的造型，只是脸和衣服换成了自来也的，与初代并称绝代双骄的宇智波般，加上三忍之一的自来也，会是怎样一番情况？宇智波一族学会仙术，相当于千手一族的人多了写轮眼一样，无解一般的存在。春野佩恩整体还是佩恩的造型，把小樱的发色、瞳色还有肤色移居在佩恩上面，天道力量增加 max， 除了是主攻外，神罗天征、地爆天星等大范围杀伤 AOE 还是奶妈，有输出要有奶，比我强敌耗不死我，比我奶多的攻击力没我高，就是这么无赖。宇智波卡卡西整体造型就是卡卡西，发色变成了佐助，衣服变成了宇智波家族主色调，写轮眼也从一只变成了两只，两个帅哥哥体起来自然不会太丑，因为本身佐助在后期和鸣人都是和武器一般的存在，每个万花筒写轮眼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，而佐助和卡卡西合体后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两个眼的特殊能力，而且有一个还是空间能力的神威，